in these sectors. The future of global defense, peace.此次参加南非航空航天与防务展是我们运20团队首次飞抵南非。在准备这次飞行表演过程中，我们结合沃德克鲁夫空军基地飞行环境和管理台位置，精心设计飞行程序，每一个动作都力求做到精准完美，力争全面展现运20飞机优异的战术机动性能，向世界展示中国航空先进武器装备和中国军人 优良的作风形象。Yeah, okay. Breakfast time, General Tourism Center. So then I'll get to read you the whole show.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Kate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 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，天天抗光抗老化，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